江原道有9个滑雪场，一家大细梗系去离首尔个半小时车程就到嘅红川大明度假村啦。呢度就系红川大明度假村最新嘅 Snowyland 啦。你睇下咁多人排队，究竟佢哋玩嘅咩咧 ？Snowyland 位于雪场左边嘅山脉，要搭10分钟缆车先至到。场入边嘅活动大人细路都啱玩，不过因为安全理由就唔俾滑雪啦。我而家准备玩 snow rafting 啦。哇！有雪，出嚟表演到，除咗流晒眼泪嘅橡皮艇雪橇，仲有小雪兜。入去入去，一竿入洞。冰橇就系双手向前推，好似雪地碰碰车咁。仲可以玩埋大人版嘅雪兜。场入边嘅 food court 就系欧绿色嘅设计，环境舒服，但系人就比较多啦。建议避开 peak hour 先至去食嘢。小朋友有 Snowyland， 大人就梗系要滑雪啦。雪场有12条雪道，高中初级人士都有得拣。最阔嗰条有成150米阔，坡度只系得30度，啱晒新手啊！上网预约，即时报堂都得。仲有外国人专用嘅通道，唔识韩文都冇问题。场入边又有广东话教练驻场，着鞋、上板、跳晒等嘅基本技巧都学得得心应手。雪场嘅 food court 选择够多，但想快食嘅就可以考虑场外边嘅餐车，热狗、面食、饭类、烩番薯等等，选择都唔少噶。好香啊！食完又可以继续滑过。红川大明仲有水上乐园噶，一年四季都开放，唔争再玩埋佢啦。